个火车路了，在里面待了将近两个小时。因为我进来的时候有两个老奶奶看到我进来了，他们见我快两个小时了还没出来就报警了，四个警官吧把我给带出来了。我在山洞里面从害怕惊慌失措再到后来有点绝望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做好在里面心理准备了。